里。今天我和少瑜要带大家来到的是位于在桃园中坜的一家老字号饭店。哎，他们有18年的历史耶。听说他们的客源80%以上都是日本客人哦。是，而且听说这家饭店呢，不只是只有中式的餐厅，还包含了西式的餐厅。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就要带大家去吃吃看，走吧。没错。哇，桌上这么多琳琅满目的料理，各位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很心动啊？首先要先欢迎这边的林经理。您好，经理。您好，两位主持人。你好，请问一下，现在在我们面前的这些菜色是属于哪一种的料理？我们是属于复合式的料理。嗯，那这次料理的话是无国界的，什么都可以出这样子。哦，所以它算是就是自助式的咯。对对对，听说有50几种。哎，有有有。那经理今天有什么要特别介绍给我们吃的？最主要是我们要介绍是我们的炭烤的牛排。那因为一般的客人他比较不希望有那个血水的部分。哦。对对对，所以我们才做炭烤。肉质很嫩哈，很嫩呢。嗯。哦，好香哦，用烤的。有把那个肉汁啊锁在里面，所以很嫩很香。那除此之外，除了牛排还有什么可以介绍给我们吃？就是我们现在手卷，那一般手卷他们都是属于就是等于说里面可能就是放一些虾啦之类的东西，海鲜的东西。那我们今年走的是水果风，那水果的话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而且大家很养生。您试看看，第一次用水果哎。对对对，香蕉对不对？对，当季水果。很可爱。怎么感觉？好特别哦。嗯。就让它可以吃到一般寿司那个脆脆的口感，然后还有那个香蕉淡淡的那个香味在外面。那这个水果的手卷呢，是会不同的季节会更换吗？会会会，比如说杨桃也 OK 啦，木瓜也 OK 啊，苹果啊，对对对对对。回神啊，两位贪吃鬼，你们刚刚一开始不是说有西餐也有中餐吗？经理才端出两道菜，你们就吃到停不下来啦，赶快转移阵地。听说他们的中餐是道地港式饮茶哦。哇，你看这满桌丰盛的美食。而且桌子都快放不下了，我每道都好想吃哦。真的，哎，经理啊，嗯，我们刚一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个你们那服务员在推那个车子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哦，我们推车的话是延续那个香港那边的很传统的，然后他们希望就是说一坐下来就有东西吃，他们也看到食品，有食品的东西他们是最喜欢的，所以又道地然后又贴心，对，哇，那第一道可以先品尝哪一道呢？清早蜜乐牌，它特色是因为我们那个枣子哈是宜兰的那个枣子清早，然后我们师傅特制的去蜜过，那蜜过以后用它的味道，然后去跟那个排骨做提味。哦，看你笑成这样子，Q 劲，好吃是不是？很有 Q 劲，它外面酥酥的，然后里面很 Q 哎，对对，吃起来就 Q Q， 然后还有那个清早。甜甜酸酸的味道，对对对，我都觉得口感好好吃啊。那接下来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三杯金钱鳗，三杯金钱鳗跟一般的鳗鱼是不一样，更像豆腐哦。对啊，我刚才还想说应该是什么铁板豆腐之类的。二是海鳗，有胶原蛋白，养颜美容，你会变成美女。哎，好好吃，不过那个鱼肉很细嫩。然后那个加上那个九层塔，弄得好香哦，还有是大蒜，哦，非常入味。那吃完了有咸的，然后有没有什么甜点？有，这是我们的豆沙炸蚕蛹。嗯，中间还有芋头哎。嗯，对对对。然后里面还是弄了豆沙，哇，它的口感吃起来很丰富。吃完了咸的，还有甜的。哎，接下来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想要请教林经理，就是少宇，你刚刚我们走进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远远啊，在那个餐厅的另外一边，就是有大大写的 Love， 对不对？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舞台，为什么在这家餐厅会设计像有那样的舞台？哦，这是我们喜宴专区。哦，这个还是有喜宴的。有有有。嗯，那在菜色上面，我们喜宴是最大宗。菜色的话，其实客人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蒜蓉蒸龙虾，还有我们的樱花虾米糕。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吃吗？可以好可口、哦、哇，那经理你们既然有喜宴这个部分，那是不是也有提供住宿的地方啊？有，我们还是属于传统，因为83年来一直就是维持我们的干净度、嗯、是客人喜欢，干净第一，对是特别，对而且让客人有感觉回家的感觉。哇，今天很谢谢林经理耶，你看介绍我们西式的餐点，然后还有中式那么好吃的餐点，除了之外还有房型，最重要啊，像这个中式的这家餐厅啊还可以办喜宴哦，所以观众朋友们也不妨可以考虑啊，如果想要结婚的时候结个婚为什么你要看我一下可以选择这家饭店啦，很不错，推荐给大家。今天很谢谢林经理。好，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